睡眠的人重唔重要？重要，好重要，有幾重要啊？要，因為睡眠係會令到你靚啲噶嘛。啊，呢個女仔，女仔係好緊要噶。其實後生，我覺得好多嘢你可以恃住自己後生，但係當你去到某一個 age 嘅時候，我覺得要充足睡眠，其實幫助你嘅人諗嘢都會清晰啲。一拍嘢嗰陣時咧，嗰個捱嘅能力好強啲，係啊！一放假耐咗咧，跟住再翻工咧，又可能捱嘅。